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，今天一样是浪漫恐怖小游戏啦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叫做空腹岛，就是上一次赖宏林来我家了，我被吓到抽搐的那个游戏啊。你妈的，还拿枪！那这个游戏，它的作者跟我上一部恐怖游戏，也是上一部嘛，反正就是那个 Room，那个 Loony Lab，是同一个作者，对。所以它那个游戏的风格应该是，就是很像啊。数十年前，无人空腹岛。下修利用，看不懂哦。我们进入游戏了，这边有一个肉跟医疗包。这游戏我上次有玩过一下，真的是很难。这游戏很吃操作啊，很吃反应力这样。下剑，指切落，杀输，光左持，啊小，看不懂。都看不懂。然后，我先解释一下，好，右下角那个黄色的那一条就是我们的气力条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跑，一直跑这样。那右上角的话就是，手电筒的用量这样子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开。那手电筒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照那个轨，那轨就会停下来。所以就是一个木，一二三木头人的概念出现了。肥子布布男，我发现这个作者都很喜欢肥子布布男啊。他做的鬼的那个体型，就他那个形态都差不多。然后右下角那个肉呢，就是丢出去之后可以引诱那个鬼去吃那个肉。我们现在用这个照他，他就会停住。哇，谁打电话过来啊？这个时间。对，然后它会瞬间移动啊，它有时候会直接顺到我前面去。呀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哟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靠这边是死路，哦，不是，走这边，快点！哦呦，他刚刚啊，那个头是怎样缩起来，龟缩啊？哎呦！你个龟头男，哎，很会跳哦！干你的，干你的！哎呦！不想玩这个游戏，真的要非常专注啊！哦，快干嘛？干嘛？滚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好险，他被卡住。这边太多岔路了吧？来来来！哇哇哇！是不是？哎呦！哎呦！滚开！滚开！这边妈的是死路！快点！走哪里呀？我的妈呀！看这游戏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呢。找到了，滚开哦！哇哦，很会跳，很会跳！哇哦！你个龟头蛤蟆男！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哇！妈呀！我上一次玩的时候，破到在后面一点。好，等一下会有一个
很大只的婴儿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巨婴来了！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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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过来不要过来！不过这个巨婴不知道冲他小，照他不会。哎呦！他该是不要咬，他该是不要咬我啊！靠，那被他咬一下不得了，咬一下，妈的屁股都臭掉！哇！因为我上次玩的时候还没被他打过哎，因为他会吐那个毒液。跑！哇，一个一大一小的概念哎！哦，不见了不见了！哇哇！又出现，又出现这个最麻烦的，一个肥子不难。哇！这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我的妈呀！哇！哇哟！来啊！哦，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哎呦喂！哎呦，那个脸贴近的时候是还蛮恐怖的、啊。哦。哇！这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干你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干，我们是捡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操你的嘞！哎，啊，不然我们先补一下，我们先补一下。OK。OK， 这游戏也太坑了吧！只准我们捡两个。红衣小女孩就对了。啊，反正这边吓不到我的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这个作者做的游戏都很难吓到人啊。走哦，我们现在是要往回走。我们只要走到刚开始游戏过来的出口，我们就过关了。但是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因为有两只啊！哇哟！哦，那声音靠我很近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的耳机戴反了，妈的！声音出来的那个不同步啊！好，开始。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到最后还会有三只，哎呦，哦呦！为什么？哇！滚开啊！他们有时候顺到我前面，真的是很麻烦，尤其是在这种两只的状态下。OK， 哇！这游戏真的不得了，干，婴儿怪又出来了，干，走哪里啊？走这边吧。哎呦！哇！哎呦！走哪里啊？这边吗？哎，喂喂喂！等下，我们会不会？我们
看我们是不是走回头路了？我们走对啊？你是不是走错了？啊！差点被他咬到。等下我们是不是走？好像走错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是吗？感觉走错了，妈的！哎、欸，没有，走对哦。哦，又来了，滚开啊你！滚开！三只不会吧？啊！等一下，你乖一点，我都给你肉吃啊！你不乖，我跟你讲，吃我拳头！啊！我操！看这个破图真的很鸟，啊，这边真的很难走，到底要走哪里？哦，那个声音在我旁边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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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个三胞胎！哎呦喂！哇！我好热哦！哇！哇！该我走错了！呀！啊，干，好热啊！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要补一波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先丢一块肉好了，丢肉，快吃 ！OK， 快吃！走哪里呀、啊？干我这妈路痴哎、欸！走这边吗？他们要来了！滚！我操！滚！等下！要死了！滚！妈的，怎么死路？操你的！干怎么又回来啦？哦，哇！不要堵我了！啊！欸，走对了！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的妈呀！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块肉，这边先不要用它。等，你们来冷静，有话好好说，不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喂！哎、欸，你们三个听话一点啊！哎呦喂，喂，我等一下，给你们吃，妈的乖乖吃，不行啊！我刚其实不是想要丢给他们吃的，我刚手抖一下按到，那、啊、完了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那个，等一下你干什么东西？你乖一点啊！你乖一点，另外一只嘞，乖点，走快点的。哦，卡屁哦！哦，等，我们现在没有，已经没有筹码了，不能乱搞。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乖一点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乖一点，乖一点！哎，喂！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么激动！靠，怎么是食物？快点开门！哇哦！哎呦！喂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喂，喂，你们干嘛？哎呦，快点！等下我被卡住，干你的！
GG。